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现任的台湾学生社长赖登贤。最近啊，立法院利用承压通过一个非改法，等于讲哈，专门为零八九发财政府公款上千万的年轻辈哈来出罪，俺学生哈向来就主持是非正义，反正无不公不平的事情了，俺要得做哈抗议斗胆，要拜国民党也有，民进党也有，推联也有，俺不管哪一党哈，俺对亚中哈贪污可以处罪，给汉白大家可以贪不就没事情，你们要跟事情啦，各党做负责，俺台湾人民啦，为了俺台湾，社会的公平正义呢，一天要提出来，而对亚天呢不公不平的事情，我想要背后啊，作为马英九，以哈利用行政掌控司法啊立法。有的人讲哦，呀，马英九啊，做对行政院呢，对个立法院那个提案呢，可以哈申请复议。但是啊，希望马英九啊，就等于讲，那拍白日梦了，白日梦啊，哦，故说人家的哈，台湾人民一定会提出的，多谢。